在笑。他很会笑哎、欸，你很会笑哎、欸。在笑。你是不是脚会痒？是不是这样子挠你的脚会痒？好。笑。心情很好。但心情很好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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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很会笑了哎、欸。三个月会笑了。对呀、啊，很会笑了，都明天就满十三个月了，明天。哦，明天呢、哦？明天。哎、欸，你跟我一样同一天生日哎、欸。哎、啊。哭了，我要哭了。不行，讲错了吧？哎，不是，我们是大年初三。对，哦、你跟我同一天，农历啊，农历啊，农历同一天的、啊。对，同一天呢、欸。嗯。水瓶座对不对？水瓶座，水瓶座怎么了？他可能现在意识到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人年龄我不太认识。这个人没有戴眼镜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人我不太认识。这个是谁？眼睛。医生。小阿姨在跟他玩咕咕咕。医生。他现在会玩了，会玩了哈，很会笑哎、欸，医生呢？医生呢？咕咕咕，医生呢？咕咕咕，阿姑阿姑姑，哎呦，这么多这么多在看你哈，下一个啊，医生，笑笑笑，医生，医生，阿姑姑，会看的，会看，阿姑姑。哭啊！这个在台北照顾我的人。嗯。哭了，怎么哭了？哦。哦。哦，医生。那个表情是怎样？皮肤很白。还没晒过太阳。他出生加黑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他越来越白。对，我觉得很白。他越来越白。这样看是很白。医生。医生。嘿。我每天跟他说早安，他都会笑。真的。都熟悉了。医生早安。晚安，对不对？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医生，乖乖呀，啊，怎么又晚安了？嗯，因为他都跟我睡嘛，啊，我每天跟他讲早上讲跟他说医生早安，然后一直笑一直笑，很合适哦，对啊，睡醒心情好，对啊，吃饱睡饱啦，啊，嗯，奶奶，奶奶，那是奶奶，那是奶奶。不哭啊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！啊，你是男生啊，不哭啊！啊，不哭啊！啊，乖，啊，不哭，不哭，嗯，啊，不想哭又想笑，他跑爆了，跑爆啦！他不回报，跑爆啦！想要抱抱了，对不对？想要抱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被识破，你想要抱抱了。哇，可是不是爸爸妈妈抱。反正他有人抱就好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现在这时候还认不出来，这时候还不挑，对。这时候认不出来。来，有点尴尬。想讨抱，可是不讨这个，有点尴尬。想讨抱，但是好像不是这个，讨错了，不是我要的那个。糟糕。看谁啊？看谁？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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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。嗯？更不笑了，更不笑了啦。你怎么不笑了？很勉强。本来很想吃哈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很想吃，真的很想吃哈。对，但他已经是看照片完全不一样。他已经是95%胖了，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去那个婴儿健检的时候，真的、哦，他的那个生长曲线那么少，曲线哇，体重哎，可是看起来不会很那个哎、欸，很胖啊，不会啦，对，不会啊，对啊，看起来不像哎、欸，对。你小时候可能比他胖，对我印象中你小时候非常大只，你有印象？就是有印象，那时候你还很小、啊，对，还很小，但是有印象，真的就是那个在婴儿车上塞满的样子，对，有，对我那个印象很深刻，对，就是对啊，塞满，而且是那种整个这样肥头猪耳那种，对，我觉得没看不到脖子，可能是因为他头比你小。哦，对你小时候头大，看起来就会感觉就是很大一层，整个脸是圆，然后脖子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子。没错，他那个手跟脚都是。哎呦，你哭什么呢？你哭什么呢？讲错了，讲你讲错了，讲你坏话，他听懂了，他听成自己了。哦，每个人都嫌我胖，我胖吗？但他感觉身体很长哎，他身高应该也蛮高的嘛。他身高大概70%，是哦，哦，你说是哦，但是没有到顶，哦，是哦，可是他这样看还蛮长的。还是我们来当场量一下他几公斤，我体重计。